前女友管你们借钱，这怎么办？先问老秦吧，哥，好吧？是，你也缓差不多了，好吧？哎，是我又得扒拉开了吧？不，你可以上这儿来。哎，来哥，来，咱们见会儿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你可以上这儿。我喜欢爱人暖男，温度在这儿。你前女友管你借钱，这怎么办？因为毕竟啊，谁都知道你是富二代啊，连你父亲都知道你是富二代。可不，我父亲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前女友管你借钱怎么办？前女友？嗯，我没有前女友。啊？不是，你得有前女友啊。我怎么就得有个前女友啊？刚才你女友那闺蜜不已经拍了你了吗？就是那个女友前边那女友。女友，前面的女友。嗯。她叫什么呀？又来了。她多大了？多大？她星座是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注重这星座呀？那当然，我很注重这个的。啊，不是，那也得有人管你借钱。跟谁？跟我借钱？跟你借钱。我有钱吗？我？你不是富二代吗？谁告诉你富二代就得有钱呀？嗯，这什么逻辑？我自己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一点儿，知道一点儿。700块钱，是700块钱，还跟我借钱呢？就借700。不是，你甭管你有没有钱，和你我跑这梭哈来了，我跑这儿、啊、有多少钱？不是，但是人就借了，你怎么办？不借，就不借，不借。为什么不借？你自己都过不下去了，我上哪借他借我呀？那如果你有钱，你借不借？不借，也不借。对，态度就是不借，就这么倔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态度就不借了是吧？行，你行，这样，你到我了是吧？你站着不用动就行了。是我，我知道你问题，我不用，我跟他一样，不借。你也不借？对，必须的。不，那凭什么借钱呢？都分手了，当初干什么了？因为什么分手啊？不就因为找一个比我强的吗？这会儿好想起我朝我借钱，再说按理来说不至于啊。嗯，栾云平比我挣得多呀，你饶了我。这好，这挺好，给栾云平加一点，给您道喜了。我说就你这样，你平时好男人，你也不是什么好员工了吧？哎，别呀，好好聊，哥。哎。哥，你怎么样？咱演完出，我大褂给你改一帽子，好不好？哎，问到你了，借不借？哎，我借钱是吧？借钱。跟您说，要借钱啊，算找对人了。好，哎，我这人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是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，这是优点。哎，得借钱。您说谁那没个马高凳短，那揭不开锅的时候啊？对，都有点困难。是，该借就得借，得借。哎，谁我都借，谁张嘴我都借。嗯。谁跟我借啊？谁跟我借、啊？你前女友？我前女友管我借。对，我前女友，她为什么要管我借？就那么续费、哎？我前女友她为什么管我借呀、啊？这是逻辑重音。哎，她为什么跟我还提借呀、啊？对，你说这确实，您分析吧，这每个字都很重要。她是不是群借呀、啊？这没有群借的，那是骗子了。我老惦记这群借，不是，是这样啊、嗯。我觉得是，还是不能说不借，又不能说不借。对，那就是不借。哎，他是不是想管我媳妇儿借呀、啊？但是呢，他要管我，他要说管我借是吧？他管我借的话呢，我还是得管我媳妇儿借，是吧？就是我们俩的事儿是吧？我就是我跟前女友之间的事儿，没有我媳妇这里头。对，没有我媳妇。对，没有我媳妇，就是我们俩的话，你说毕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是有过那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你看，你要说我直接回去，我告诉你我不借，您说也挺伤和气。那你就借。那我说不借，那就算好男人了吗？那就算好男人了吗？也不一定。所以说不能说不借。那咱就借他就完了。借也不行。这那怎么办呀？我把他拉黑。又拉黑一个、嗯、没有看到这么一会儿拉黑俩对、哦、对，这样就省流量了。明白了你俩人都是那个不借的是吧？哦，必须不能借，都不借是吧？行，那咱还有一问题啊、嗯、还有一问题，最后一问题了啊。
哟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对对对，可到最后一个问题了，不容易。两家啊，一个是自己父母，一个是媳妇儿父母。哦哦哦，过春节团圆饭在哪儿吃？问题都很犀利啊！是是是，行，先问老秦吧，好吧，先问老秦吧。哎，我哥，哎，我问个问题呗。什么问题？就我23啊！你问的这些问题，就最后，尤其最后这一个，我也没经历过呀。哦，他岁数小，畅想一下吧。对对对，那你得设计设计了。畅想一下哈，现畅想。嗯，什么问题？就是这两边，一是亲爹亲妈，亲爹亲妈；一个是媳妇儿的亲爹亲妈，双重父母。哎，过春节这年夜饭，咱选择上哪儿吃去？哦，到底去谁家吃？集体都去吗？我们一家子，就比如说我带着我爸妈去他们家吃，还是他带着他们爸妈来我家吃，不是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这你就自己组合吧，乐意带谁不带谁的，就看大家人缘吧。那我得问一下了，女方的妈妈什么星座？这两边的人一组到一块儿，人聊不来怎么办呀？聊不来，你怕发生冲突？而且我们家呀，您可能不清楚。嗯，我们家天天都过年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家里有钱无所谓。他又有钱了，他一会儿有钱一会儿没钱。家里我没钱，家里有钱。哦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无所谓。哦，天天都过年，对，就等于不过年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哎，这位朋友来，我跟人不一样，人人有钱，天天过年。嗯，咱不一样，您一年就过一个年，一年就过一个年。你看这话多有道理。咱正常人啊，是。但是你要说这两家，啊，嗯，过年了上谁家过去？对，依我说都不去，都不去。对，当然了。我也不说那上我媳妇儿闺蜜家过年，我也不这么说，是吧？姐，我们不招待您。您家有钱没有吧？哎，两家都不去，上饭店啊？哦，饭馆吃。对呀、啊，这也可以、哎、找一饭馆，离两家在中心找一个。哎，你两这饭馆离两家各坐公交站，各十个站，十站地，十站地，不偏不向。哎呦，明白了，找一中间，找一中间。嗯，到那儿，当然了，要说。谁掏钱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外边吃饭，你得有消费呀、啊，不能让我爸我妈掏钱。怎么？老两口子不容易。好，也不能让我岳父岳母掏钱。对，人家也不能掏这钱啊。老两口子也不容易。对，哎，不能让我媳妇掏吧？啊，我儿子更不行了。不是，那您什么意思呢 ？AA 制。哎，这个过年吃个年夜饭。公平啊，都得 AA 制，别打架。行行行，人也是个办法。对，好，又到你了，又到我了。咱们问题是什么来着？双重父母到了这春节，到底上谁家去吃饭去？对对对，对吧？啊，春节，春节呢是咱们这个华夏文明炎黄子孙最重要的节日了，这都要上课了。对了，这最讲究的是什么呢？团圆。对，就是这团圆，就是这团圆饭。对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所以说呢，咱什么问题？上谁家去吃？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上谁家去吃呢？啊，咱们去哪儿吃呢？嗯，这就是咱们这问题了。对对，对吧？嗯，上我们家吃来吧。那就上你们家吃去。上我们家吃来啊？谁做呀？谁做呀？谁做饭是个问题。对呀，谁做饭？谁做饭呀？这个，让你父母做吧。我父母做。对，我父母多累呀。我岳父岳母干什么的呀？那让你们岳父岳母做。那在我们家了，我岳父岳母做，那像话吗？那啊，你做小辈儿，那你做饭，我做饭，对，我会吗？不是，那谁那都不做呀？都不做，你上我们家做去啊？你上我们家做去啊？别别，这我媳妇闺蜜，你知道吗？我上你们家做饭，我做不着这个。你做不着饭，我不做。你不上我们家做去，不做。你要不做饭，那我们家就不吃团圆饭了。你们家就这么梗呐？废话，我问问你，我问你，团圆饭对吧？对，是团圆重要还是饭重要？那还是团圆更重要。对呀，所以呢，我们广团圆，不吃饭。这也挺轴啊。好不好、这个？你不做饭，我们不吃，我们不吃。哦、你总队长对吧？啊、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嗯，这大家伙呢聚在一块儿，对，就在那待着。对对，啊、哦，就在守岁嘛，守岁嘛，对吧？守岁嘛，是吧？一帮人呢也不吃不喝，不吃，就往这儿
一坐。对，你这不是守的，你这守灵呢。反正就这样，我们也没钱，我们一到节日我们也穷，我们节穷是吧？我们也是啊。嗯，节穷在底坐着是吧？对，这个我明白你们这意思了。嗯，这个你是这个光团圆不做饭，对，好不好？你是这个 AA 制，对，人家基本是天天过大年。哎，不是，就你们仨这样能当好男人吗？哟，能？那评选吗？一回这微信。人家拍了拍你就给人主动回聊聊吗？聊出花来怎么办呀？花还不好吗？你这个是拍了拍都不懂，你这装耳充愣啊？你这个直接给人拉黑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在拍之前就得给人拉黑了啊？这像话吗？什么叫好男人呀？你对社会你得有点贡献呢，对家庭你得有点担当啊，对父母你得孝顺呢，夫妻得恩爱，对孩子得教育啊！就你们这儿能当好男人吗？好男人什么样啊？什么样啊？就我这样啊！别这样了。